怎么了，你大班长？教的高老鸭子，这个和台似的，和台就好了。多少斤多？拿手拿个条儿，关嘴给他举个条儿。扎紧扎那遥控器后边儿。扎在哪呀？那那下就完事儿了吧？嗯。哎，行了。这你等能成吧？你得等十二点半，能不能找着？不是，不得出出台吗？真的是出台，你得找。不是，不是了，行。四二零零三，就简单。啊，这就是文艺台了。这是文艺台。啊。嗯，这个能能等着。啊。啊。这脖子到有点快到了就完了，这就卡住了，不走了。这个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手拿条儿记住。二三四能记，这个那六安就是。二三四能记，你给那二三四的条搁上底下，你记不住你就先去拿这条看看。我给你写底下，来，不写。给扎在底下。刚才干好。三十三吗？小胶布给扎上。这是小布。那是，哎。这不你手底下呢吗？啊。哎妈，这小子。哎妈。不是扎扎那什么呢？还忘吗？忘啥？我看啊，给包上呢。别磨掉了。你给他包上，搞那小包包行。哎呀，三四五还定不好。多，那你说博多些了是？多些。那什么四二零三吗？嗯。哎，嫌你谁嫌你干啥呀？你现在这玩意儿吃的贼多。给你们养大的，还想我？想。但是吃太多了，吃的贼胖的。听说是，你看除减减肥，这里三层外三层，左一层右一层，那个谁？太厚了。这个是不穿的，不穿的，我拿来。哎，你手好了吗？我手好。我随时就走。随时就走。今天大班送走了啊，你说送回家，回家开始学习去了。马上大学生了，能出去吗？周六咋出去呢？随便，你没有课你可以随便走。啊，你都随便进，没课也能走。这周一周到周五。等会儿，我看看这衣服咋回事。哟。走了呀。我哪天的吗？杨杨来，大班长。这又装后备箱里，哪天的？四五天，四五天还没放假呢。啊？我四五天我还没放假，没放假呢。来上车，你都想了。